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？好啊。谁现在说话，谁喝一口汤。好。开始。好。哈也算。哈也算。哈也算啊。嗯。那是感叹。嗯。那是语气。那也有出哈的声音。好。喝吧。来吧。最起码得喝半锅吧。半锅都不给面子。真面子我是给不起啊。我估计当我喝完这半锅，明后天我估计都休息了，我在洗手间里度过。那不行，没有人陪我玩了。我真的是拉拉拉拉拉拉。这俩人聊天聊哇。你以前有想过吗？你的生命中会出现像我这样的一个大男孩？出现了几个。出现了几个。没有，就是你是比较特别。什么的特别？第一天见面就话很多的那种。啊，但不错，最起码我们都在一个节奏上面。对啊，我只是可能反应快吧，就机灵鬼，但我就很自然的觉得，哦，这个时候应该说这句话，他就会很开心。我喜欢他笑的反应，我喜欢他在那边害羞的反应。对，我超喜欢反应快的人。我的想法就是一个非常飞，然后非常奇奇怪怪的一些想法。他呢也是一个嘴和脑子都很快的人，所以我比较喜欢这样的人。